是我跟我先生，我们很喜欢去逛珠宝展。那这个是在泰国的珠宝展买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，因为我们做银饰，镶很多这种黑心，我们是叫黑心石啦。Brick star。那这么大颗的是没有看过那么大颗。心石啊。对，因为它你看，它有四条线，会有线交错，看像心石。我们叫四色。好，四色。我们请导播把灯光打暗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明显，很明显。我们来看它那个星芒明不明显？哦。有。还有那个光束，这个宝石哈是相当有名的，非常非常有名的。这个宝石哈叫透灰石，透灰石叫 diorite 透灰石。一般学习珠宝的学生一定都会懂。好，那因为它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在星石的领域里面，我们有谈到星石有四色、有六色、有十二色，它有各种不同的星石。那这种像这种四色的星石，可能有这个 diorite， 还有石榴子石，好。还有这最近也找到橄榄石也有这种现象。那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的星石哈，是通常你买这种星石它都会有很多的裂痕。这个还蛮干净的。那我们在执行中心教书，也很多学生老师都会买很多像这样的星石让学生练习做银饰银台，因为便宜嘛。对，我这个卖银台的就卖了很多很多，可是都是小颗，没那么大颗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颗就觉得啊，非买不可。这个在西洋古董里面也常常找到，就是那种十字军东征那个剑上面会镶的这个。因为它是十字啊，哈，它代表着被上帝祝福。东征的时候，说很多像这样的器物里面都有镶了这样所谓的透灰石。所以它应该叫透灰石。透灰石。你所谓讲这个 brick star 黑心石，讲的是什么？是蓝宝石，黑色的刚玉星石。它习惯叫 brick star。所以这应该叫它是叫 diorite。diorite。对，透灰石。透灰石。那这个也有绿色，很漂亮。那这是黑色的。对。好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大小是很特别，这个。有，我们有照片吧，先让各位看一下照片。好，然后怎么看这个？所以还特别到泰国去看珠宝展，我每年都去。你看它就是这样子，对啊，一条十字，但它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小裂痕，会有了。但这个已经算很少了，真的算很少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叫四色，好，四条线，一二三四，四色。四色，对对。另外呢？我们叫刚玉，哇，蓝宝石，太漂亮了！一二三四五六六色，六色，好，这种六色的星石很特别，只要有两组都会有十二色，哇，十二色，还有这个星石哈，再顺便讲一下，这个星石哈，在国际市场来讲，这个是很贵的，蓝宝石星石颜色漂亮，还有呢，它的星线很犀利，这个比较不会那么讲究，这个通常都会很犀利，那这个就不一定了，再来。这个是公的啊，这还有公母吗？这是公的，怎么说？怎么看得出来是公？这个星矢啊，哈，这样直线，然后这样子，啊，一个钢哎，它不危险。这条线呢是长在这里，这样子。哦，没有中间的。先把宝石抓主轴，抓长轴，先抓出来，然后呢，这条线呢跑到这里横的，然后这样子，还叫不？那母的，它是横的，对，那是比较特殊。星石还有分工，对，然后这种刚玉星石哈，就在工的领域来讲哈，它就会比较价钱是很高，当然不是差很多，但是大家都会说很行家都会注意啊，这个摆的正不正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个星石当然假如说点哈歪歪的一边，当然不值钱，就正中央就漂亮，就贵了。这是很厉害的，所以只有蓝宝分公母吗？还是所有的星石都分公母？通常都是蓝宝。所以那个光是它光的折射，还是本来就是它那个？它这里面也有很大量的这个金红石的纤维状构造，大量的纤维状构造，照下去以后就变成线就会从这里垂直出来。假设它只有一组而已，就是我们讲的猫眼现象。哦，对，猫眼石。这是猫眼现象，这很蛮特别的。那这颗是很特殊的，这个朋友的星石，它有43克拉。很大，哇，不得了，蛮特别。我当初买了大概差不多6000块，6000块泰币，泰币啊，这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1:1嘛，哈。当时可能会便宜一些哈，对，汇率现在是1:1了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鉴价，好，老师请鉴价，33600元。哇，姐姐会买，姐姐会买，姐姐会买，姐夫买，这样的心思啊，哈，现在行情。大约，哦，你到我就直接讲，你到珠宝展去买好了。对，$4一克拉，他可能会开你
6块8块，但你给他还价，大约从3块或2块半开始还，对，印度人4块会成交。印度人跟他买东西一定要还价，嗯，他们都开得高高的，让你杀，你敢杀就是你的。哦，对，都摇头摇一摇，然后假装是问老板啊，就卖给你。那通常要从几折开始杀呢？我都从对折，然后3折。三折开始，然后慢慢加这样。就看东西的，也不是全部都这样搞，啊，这样子。对，对，你就比如说，就太阳石，好，哦，这是sunstone，它一颗啦，它也开你1块半而已，你还要杀什么？对不对？哦，那就没什么好杀了，对，没有什么了，对，这个很棒。